冲过去，开始录像。后面有声音了。开始录像。就是很明显是公鸟。好像有爬上去一点，但是其实加油，只能说加油了。回来，回来。带，哇，带进去，一只啊！它等下就出来啊！等到早上的话，丢了就出来。又一只进去了。还有一只在里面哈，哎，哇，又进去。能拍翅膀了，对不对？